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。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 机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敬个礼。寻找减肥的朱古力，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的真谛。英语课为了迎接国际化的挑战，进一步跟国际接轨，加大跟老外的沟通程度，增加毕业生在跨国企业的就业率。缪老师，嗯，我们还是小学生啊，哪有什么就业率啊？谁说小学生就没有就业率啊？我就是小学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的。怪不得这么没有水平呢。你说什么？哼，谁敢说我们咪咕老师没水平？咪咕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老师，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专业水平很高。哼，你看看波比同学就是有礼貌，懂得尊重老师。他那是拍马屁。什么拍马屁？我就喜欢别人拍马屁，怎么样了？你这么英俊潇洒，才华横溢，全地球人都知道啦，还需要别人拍马屁吗？哦，是吗？哇，比我还会拍马屁啊。好了，迷糊老师，你还是赶快回到主题吧，我们今天究竟上什么课呀？为了迎接国际化的挑战，进一步跟国际接轨，我们今天上英语课。大家跟我一起念 A A for apple A for apple， 这是 B B B for boy B for boy C C C for cat C for cat。 不是吧，这么简单也要学呀、啊、看看十点学会 ABC 不就可以了吗？朱书霞同学、啊、你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很高吗？失礼了，我只是勉强过了大学英语六级水平，简称 BST 6。 哦，是吗？哼哼，那请问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 D 吗？很好，那这个呢？哇，这么长的英语单词啊。你不是大学英语六级吗？怎么连这个单词都不会呢？英语六级里面也没有这个单词啊。哼，这是 D default deox 热爱 bonucleic， 中文脱氧核糖核酸，简称 DNA。 哎呀，你这是读英文还是中文呢？大家千万不要像猪猪侠这样的后进生学习，宁愿像大傻怪这样憨厚老实，也不要像猪猪侠那样自以为是啊。迷糊老师，你可以表扬大傻怪，但是绝对不可以通过贬低我来表扬大傻怪。切，你不服气吗？大傻怪，这个读什么？D for dog。 你看，大傻怪就是比你厉害。迷糊老师，
你别逼我出手。超级棒棒糖，超级棒棒糖，我变。哼，我这本牛津大英词典囊括了所有的英语单词，无论多长多难的英语单词都难不到我吧。哦，英语单词。为了迎接国际化的挑战，加强跟周边各国的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学。大家跟我读 Slavu Stavuji， 你好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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